我们能进去吗？能进去吗？要吐血！哎，嗓子都哑了，何必嘛？跟我们有啥关系啊？今天不看了，今天不看了，没意思，没劲。想当年我还去现场支持。没有，第三场我看不动了，真的太晚了，我就看了一点，然后我就回去休息了。哇塞，我连杭州，我连西湖长啥样我都没看见，我都不知道我闺蜜他们家住在一个这是什么地方，然后有点偏，好像离西湖还有点远。清晨山下白素贞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衣服。来，小丝服，是不是瘦了很多呀，朋友们？清晨山下白素贞。我要去把我这个红指甲给它弄了，真的是 thank you 了，真的瘦了，给你看嘛。洞中绣棉，走得比较匆忙，因为要赶紧下来做轩轩。噔噔噔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回房间了，让我下好不好？不是，您就是已经把你入。